天，二狗的头在正中间，这是什么搞笑的场景？你再可以找一个。弟弟，对啊，弟弟今天胆儿肥了，居然敢跟二狗打。弟弟居然挑战狗姐抓姐。弟弟，哎呦哎呦。艾灸已经上去了，艾灸到高一点的地方去了，艾灸在这儿，艾灸不跟他们打了，就荷叶跟瑞月在打。二狗好累哦。艾灸也要下来了，不知道艾灸是过来参战还是咋样。
艾九要下属，不跟他们打。太急了。九九下来了，九九不跟这两个玩了，看九九在这儿，九九在这儿，那两个还在上面挤呢，还在上面挤。